1, 2, 3。宣告电影《台北爱之船》开镜顺利，现场清一色是华裔演员，熟悉面孔有女星 Janet 跟李淳，一字排开，这是台湾首次有电影公司跟好莱坞片商合作。我懂 ，I understand Eva， 我懂那个女主角，我要试镜。我要去试镜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哦，你太老了。我说，因为主要的演员都是二十几岁的，但是他们说，哦，大队，你可以去试镜当阿姨。我说，哦 ，OK， 好啦，可以了。看过原著的 Janet 毛遂自荐，尬上一角将演出男主角阿姨。这部是以华裔作家邢丽美畅销小说改编，18岁的美国华裔女生来台学中文，碰上其他背景相似的同学，体验一场文化之旅，享受台北的夜店什么的夜生活，带领这些同学们去，应该是 party 的一个领袖，然后又会读书又帅，然后。有事就爱玩的那种。Janet 也透露自己演的是贵妇角色，还会办奢华 party。我觉得是第一次这么全面性啊，这么深、这么广的跟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合作 ，base 台湾 location 在台湾的一个故事了哈。台湾演员已经用了有20位台湾演员，90%在台取景，台北101健谈活动中心、圆山大饭店、华西街观光夜市都会入境。其实8、9月份电影公司接下案子，但碍于疫情爆发，制作方原本考虑到南韩拍摄，不过原著故事就发生在台湾，再加上文化部等等的相关主管机关协助。22名外籍剧组人员短时间顺利抵台，把台湾美景宣扬国际。TVBS 新闻陈红、尚明、郑红婷台报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